当别人背后来搭你肩，给他做个示范动作啊。对，当他搭肩的时候啊，去搓布啊，搓到他这个后面啊，搓到后面之后，用一个手去扣到了这个膝关节，这个肩往这边后面去顶，这样一顶，啪啊，就倒了啊。好，来一个传统武术里面的一个招式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绕手冲去推啊，他的动作就是接住腿之后去推他的这个肚子这边胸口啊，来试个示范动作。就是当他啪接腿之后，接完了之后啪。马上迅速放下来，砰！再来一次。老住，老李啊，好嘞，爸。